家好，我是柯文哲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国昌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珊珊。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！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！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！希望风灿传媒秉持正心，持续公正报道真相，发出台湾的声音。祝生日快乐！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